2016年6月24日，地点罗马，天气热的郭晶晶都穿短裤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胖虎，目前正在跟着极速前进剧组满世界玩转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土豪剧组来的有点猝不及防啊！导演小手抖一抖，赫本长裙短发有木有？导演小手挥一挥，拍个七小绵羊带你飞。美好的一天从许愿开始，众人右手扩左肩的许愿姿势 get 的很到位。除了流畅，仅打穿一个硬币，许两个愿望有点抠。刘翔许愿不走心不走分子外，别的几乎没毛病。张哲瀚、张思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赶上了在许愿池边白 S 型拍照的大溜。这俩眼不斜心不歪，穿过人潮向胖虎送来爱的拥抱。怎么说呢？活该你们吃狗粮。导演豪着剧组大半经费整道具，导致 money 不够，只能从队员基金里扣。我就没看到钱，一块钱，我怎么没看到钱？一块钱，对啊，一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却能在罗马古城逛一逛。第二环节，不参赛的队员直接开启吐槽大会，汉斯扛起被吐槽的大旗，回来看看任务说明，被吐槽你好笨哦，你好笨哦。专心比赛，被预言最后一名，他们最后一个来了。遇到压力，被金星实力模仿，智商崩溃，节操碎满地。就连宽慰老徐也得拉上汉斯垫底。老徐别着急，有姐夫加点。虽然刘翔吐槽老徐理科男，数理化课代表，但是口嫌体正直。看到霍启刚拿了瓶饮料，郭晶晶就赢得比赛。他就过来，你看。要拿吗？多拿几个。金姐，我不管，太好了那个。顶着被金星嘲笑迷信，也要去拿同款饮料为老徐保一下护航。老徐不容易啊，老徐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刘畅全程葛优瘫，葛优侧瘫，但是吐槽金大春脸盲毫不嘴软，全程高能哦，手势与互动齐飞，表情包共 GIF 图一色。他说他脸盲，有一次在韩国50个里面，他选一个韩国小姐啊，送玫瑰花，如果他接受了，那就是让大春给了一个女的，让女的不要，然后转过头以后转了一圈，又给了一个女的，给了头一个女的。你长得都差不多，看出来命中注定。霍启刚此时此刻只顾着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，许愿之前许的愿望是希望别人给钱。许了愿了，我希望你一块钱给我钱，这是我的愿望。许完愿就能管别人要钱，把节目组的一元基金换成小钱，还和金姐商量好刷脸任务西三开分钱。我要拉着金姐一起一块表演，对，比气我三人的水都不少。说好的澳门公子呢？说好的集团总裁呢？追寻罗马假日赫本的足迹，我们来到决斗场，这里将举行一场演技 PK 啊，不，生死决斗啊！假面舞会和决斗士对金星来说，只是换了个地方吐槽汉斯。看呢，拿枪不会拿，拿刀不会拿，我们家老公是和平人，如果只能生产凳子。金星直接站在箩筐里，虽然嘴上说着嫌弃什么猪队友啊、和平胳膊一家德国名车笨死啊，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吗？默默拿了毛巾，我擦汗，给老头擦汗。哥哥，兄弟套路果然深呐。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吴建豪本土林小龙，搭配欧洲斯巴达克斯的混搭决斗技术，外加影帝级别死亡抽搐的演技，却拼不过刘翔老徐 CP。 挑战成功的老徐化身情话 boy， 一路小跑搂住女教练直呼 You're my lucky girl， 命不正暖心我的大。哎，我说嘲笑理工男强掳灰飞烟灭的大伙可以歇一岁了啊，我们会聊着呢。看完这个环节，胖虎只想给剧组送一首歌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，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乡亲父老，下面插播一则广告。刘翔退役后首场跨栏比赛将在极速前进剧组开幕，我们现在切回现场画面。刘翔在赛前被认出了，裁判组成员都很疯狂啊。刘翔大大小小比赛也参加了很多次了，再加裁判组还是他的粉丝，所以似乎一点都不紧张，相反非常兴奋。咦，他在场边疯狂扭胯，这大概是一种心情热忱方式，能迅速拉伸大腿根部。好了，比赛即将开始，刘翔在第三跑道，比赛开始了。刘翔的起跑非常快，目前他排在第一位，后面是第五道的张哲瀚。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，刘翔赢了。搜狐视频出意大利记者在赛后的第一时间采访了刘翔，我们现在立刻联系。